天够卑鄙。啊，咱会啊，可能人陆先生、观众、好朋友非常感谢，非常努力。啊，八团啊，这时要来个开演布袋戏专台叫声。啊，在还未开演，首先八团等等来个介绍。咱这边的平安布袋戏来恭祝得赞，献底神祝会，献底神祝会，北极。平天上帝，圣诞千秋，万寿无疆，寿寿寿。阿尤，阿尤是阿德是咱，天地上神众会，立会安做六周年大庆典，六周年大庆典，由着咱请主头家。啊，都是咱李秋明、李秋明、周慧莹、周慧莹、颜坤峰、颜坤峰、陈树嘉、陈树嘉，一同心心诚意来敬献咱丽园平安布袋戏半生进行演唱戏文专台叫声，祈求得赞。现代神众会，北先天真武高上帝，神威灵感，神威显赫。来，比如咱众请主头家，全家福，平安大赚钱，富贵万万年。出门行到温西，赚钱他个笑嗨嗨呀，老人就把赚钱稳达达，一日好，两日好。日日交财又进步，一日春两日春，代代出着好子孙。人旺财旺，事业更加兴旺；人满财满，家庭更加美满。阿牛谈不牛钱，富贵万万年。咱那边啊，准备备团啊，来个开眼戏文，专台叫声，叫做咱今日播连续。传统戏剧宋朝的故事，五虎将之一，啊，咱五虎将狄青，狄青回高庙，狄青回高庙，又名万花楼，万花楼，啊，被团出时开幕，啊，小弟呢，啊，来演几多只看点，希望观众朋友后台甲小弟批评比较，努力多谢。宋朝的故事，狄青回高庙。专家们，不离我党新都金要发勇武，为帝王。老虎，猫红，再为魔术金钟。大红旗，官拜太师兼国殿主席，身为了了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在朝中无人敢与咱们老夫作
按他魔术再被太叔小主挂来呀啦。徐老板，徐老板，天神，当当做到一个兵部，什么代志做到你出的紧张？徐老板，今朝我叫查叫做酒挂牌。到底什么代志？快快说来，无需要空电解气。刘老板，上到一个叫青酒业，经常叮咚都要台湾。刘老板，经过一段长情，听说哦。什么？叫青酒业大大，家家都要散。现在。目前你暂时在府中居住，按中路的定人陪伊特请，为你报仇，对吧？无论安怎，一定要来抓出来台，放心，退下去，我知，我知。可特请，收一大刀要杀我，现在。我明伊当个老虎作对，会当安排查探到特首的消息的。孙女有你孙秀不在，来到你每日必经之路上等。观看你是吃饭，你跟你孙秀回来，难道有人走了红线吗？道中饥荒，来到客栈暂时另辟枪毙一番，再找你孙秀报仇。为着这只火龙去哦，走出人，伤势不少人民，
阮太孙也真烦恼。今仔日为着你祝福，安尼吼，阮太孙也了一分拢过啊。我准备带你倒转来，这太孙见过太孙，你将人才吼，说不定阮太孙也牵受你在条为官啊。原来如此，对啊，也这位大哥用心大路，你用对下来哟。老虎帮红啊！哎呀，要归家乡报税。万岁所敬上关东进贡火药器，又搁给我送出美人。到时大家上这回，不知搁要大死大死丢你。我甲对后壁的花商人钱财，不知了偌济啊。交代家乡后壁的下当寻回火药器，令你事态如何？倒转来，倒转来。卫兵太叔呀，这廖志文已经过呀，望您一句话安怎解释？太叔呀，今仔日开龙气吼，冲出马人，到面大街上，吼，拄着一位英雄之女，来到面前，将着这马头打掉，哇，我将着迄只马三只杀杀两三个手呀，开着骨哇，我叫杀死，吼。真正有人以最神力，有啊，人呢？我知影太师爷你欣赏这种人才，所以我已经甲带转咱太师府外口的后台。嗯，很好，准备下当上请来，好，我来甲请。来了。太师爷，妹，英雄，也归家乡所碎，你来拍死掉，毁容器，是的，路见不平，真好，真好，英雄，你一尊是何人？卫兵太师爷，小人叫做蝶心，啊，蝶心，莫非是大刀万华楼那位蝶心吗？卫兵。太师爷，不敢你话，这是我敌手无数，斩兵。天堂有路你唔行，地界无路你翻进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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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敌手，也为我现世所碎，你手一大刀也出个性命，你哪里？你怕死就毁容去孤单我太师。你主催死路吧！来来来，狄英雄，炸地门红虾，何人英雄气概？来，你也敢再背着我太师优秀，明早乌鸡早条，朝朝来炸你万岁，还是你在条为官被大人送出来？感谢太师爷。兄弟，你甲客人休息，谢谢太师爷。娘亲，今日将你收留在过了的太师，就是要爱你性命。来得民，大将你在何在？来了。李建英拜见太师爷，妹，李建英，你来告诉我太师府，
老夫天上是对你如何？太师呀，对待我的计分量二三呐。那安尼今仔日，老夫若一件代志爱你做，你认为如何？太师呀，可等下回在所不迟。今后理应不误，不为对错人类呀。来，给，为了着着手。就也都得爱对我起誓，金杯穿牙碎。太师爷练艺术，你今夜间下当挥手启动，将蝶手挂挂小心对我起誓报仇。太师爷。兄弟火烧客房这件代志无妥当。哦，那安尼你认为呢？因为咱家己惊啥，因乱变之变。火烧客房万贵万贱，以前调查落来，到时阵当场处罚，要另外对万岁爷交代。哦，那你认为呢？太师爷。莫不如我今日刚到的客房，伊当一枪点手，用手灌住，然后再引刀杀之。心不低，鬼不假。狐狸狐狸，那安尼你快点办理出家，我在下。来。今夜间无我父亲陪同时，任何人不可离开大会。安台明察，你个人出得这性命了。我乃是帮我大将，我谢你。今日刚受了着太师爷交代，今日无聊，特别来陪你饮酒。果然如此，感谢弟兄。弟兄，无需要谢你，你我双人在此把酒来饮，好，饮酒来。Gracias.
的金融，就等三事，莫非几件问题要请教你？第一，什么事情呢？你的你家族何方？做内底一个什么人呢？第二，我请家族山西太原小渔村的丁氏，我爹亲也就是太原庄兵的哥。那安尼，你的父亲是叫做丁氏，你的阿姐叫做丁金元，哈？第二，你为何了解小主人位？第二，为何称我是小主人？就是，但当你忘掉，我就是早当时精髓直讲大人身躯变加强，你计因你变一只吗？好，好。你是计因忘掉小主人，四十多年今仔日伫这所在给你纪念，计因小主人位，计因。今天你当主播是怎样的？会在这所在上收起来，所以就各用脑子当一点混上。我时时刻刻就是在造成你一道的注意，你又消失。你完全要和我出来这一场消失，我没有说出来。主播相子是你不是你？我同你决定，为什么你来到这大屋？你可以自己一定有你好高。对，你讲这句话完全我未当了解。小主人，你得到的损失有什么关系？损失吗？对，那都没有损失。我给不你吃药吧，吃药骨。小主人，你敢知影孙兄一人害死帮忙是什么关系？对，是什么关系？因两个人就是丢人丢在哈。对，我完全不了解。那么今天，主人，我听着你命令，我就来想你，是不是我失散多年的小主人？一旦是我小主人，当然我要帮助你离开。今仔日帮我一旦会遵守是敌人加上，那安尼，你我主播商量，准备会当发出帮我。小主人，无这么简单，帮我已经破下天罗地网，绝对无这么容易离开帮我。今日，难道咱伫这所在好死吗？未。我准备带你到去后花园，后花园后壁有一丛大树，花树过树，然后就是宋朝的中时吏部天官韩琦韩大人府邸。你到的所在，自然就得活命。是按着第一地的，你免烦恼我，你这安全。然后咱出门就你再杀，果然如此。我唔着，主人，无需要多言，准备传教的后位花球背出来。这所在就是后花园，小主人，你看，面头是那丛大树，你准备会当离开房屋？建议你自己保重，我准备搬树爬出来也好。原看小主人已经安然离开房屋，阿尼，我为什么当作着你帮忙来做着违规当作事情呐？这样就能离开这房屋了。
太师爷的交代，伊计因伫业间用酒要灌醉业生，啊，然后吼要处伊的性命。无太师爷金牌认证，什么人就袂使离开王府。啊，因啊轮到我斗阵，加大门告小好事。好。原来是你计因呀，对。王英，对啦，啊，代志做了安怎？王英，实在一手酒有够好用，咱房屋内底酒完全拢叫冰完，到即摆还袂酒醉，哈？真正有这好用吗？啊，即摆河中已经无酒啊，我准备到着外口去挂酒，继续来灌醉特酒，取伊性命。啊，有太师爷真会饮酒嘛？哦，啊，哪里见面啊？歹势哦，无饮会饮酒哦，太师爷有交代，任何人袂使离开房屋。房屋，你的职责所在我了解。好，你既然若不爱我离开，到时阵无再来灌醉入酒，明仔太师爷来问我。我讲是你买，我离开去灌烧酒。你看，太师爷到时阵会怪你，也是怪我。下，等等等等等等。爹爹，卖安尼啊，卖安尼啦。啊，听你安尼讲哦，无你灌烧酒，开始特酒哦，我食一担汤了。好啦好啦，咱家己的啦。啊，你灌烧酒了后，你来我边倒来哟。当然，我无倒来，我要倒去。哦，阿哪里？我大龙拍鬼哦，跟你啊，你今日挂烧酒，老阿哩灌开下。嘿，阿这你啊要挂烧酒，慢慢啊行倒，我不哩用走，阿个哪走哪外头哩挂哟，他参与啊，最主要挂烧酒到那个海鲜特酒倒好啊。啊！你太师爷吼，这么来怪罪我房英，阿弟啊，无严守了着房府啊！请天心顺，花清云主安，七贤护佛萨祝好，护心宽。夜观寒雨。再归大宋殿中，阁下微臣，官拜吏部天官主事。哈，朝朝明君了解三官守将，由总部由万岁下表回京，为了着西夏国起兵来犯。可了着这救兵，但来朝廷无兵。大了故事要招考殿试，是军俸禄淡薄军音，明了家堂再过后悔用明德败归乡暗道，这几多上苍啊！家堂乡暗道可拜明德，你大人哪能拜我这个？既是如此，
望到阿贵兄基督上苍就了。来到后花园，就拿三叶神鸟祈祷上苍。地主乃是大宋帝国天官韩愈，为了西夏国起兵台湾，调兵募兵，但愿上苍早日用得阁下贤慈，来辅助宋氏江山无啊！代我祈求上苍来。祈求上苍明白，但愿明帝早日降下天神，准备下当命人收起幽暗道。哎，阿辉大手，好像是有人，但都有刺客吗？来人，办些事的。大人，我不是刺客，请你原谅我啊！大人啊！我是刺客，那么你是？大夫，这人叫做狄青，狄青，为何夜间之时来到会员馆安抚后会员？大夫，为了受到帮忙孙氏，有人惊赛会出纳，就不惊这官司过去。那安尼，本官问你，你家住何方？哪里认识的？兵大人，小人特请家住山西太原府小渡村的名士。山西太原府，论山西太原府细特者知晓。早前山西前总兵接到一讲，立刻入手。大人，特讲正是家父啊！特讲是一夜情。哪里面头前算来就是得意车去，但为何心好我失定？论过你夜深早晨代表为官以外，那是不败之交了。今仔日你受了着帮忙孙氏要叫你出纳，无妨啊！暂时随我去到内中，将过去经过。一一感恩和祝福了解，我会替过你安排。感谢祝福，是我期待哦。在下交代你家用酒灌醉特首，然后引刀杀死，你必如何？大人，还你家人进前。我来啊，我来啊。拜见太师爷，麻烦什么事情？太师爷，你今日早夜出去灌烧酒，灌到今晚还未倒回来，什么？你今日
至今未回。是啊，我哪会天灰天之无？无高罗仔，无个天灰良心为何人之间出入？系啊，阿仔啊，我甲房里个故事大门，你今日来到地方政府中一条路走啊，阿要去看烧酒灌醉就清，汽车歹学出去，但是空调讲吼。若无灌醉着请死到太师爷，你怪罪着阮兄弟帮恁帮你，吃多难当啦。那再讲哦，你嫁伊会来灌醉太师爷啊？太师爷千官用嘞。哦哦，记得，既然来灌醉侬，阿兵。你快快一人帮你，后壁人对那已经回来，若无抓到已经，你兄弟嘛卖倒过来哦，是是是是。王妃大爷爱你特殊的性命，二家平常时看你这个忠心，死到你到这分袂我。真是要气死我！我来啊，我来啊！张老板，人才你好，听讲已经抓到特警啊，快点快点，家己也出来抬。啊，张老板，啊啥话哟？谁的情敌跟炸药分配我？还是就是阿力？啊，张老板，啊，你那无大哥是太小弟，对你真无可靠。看你平常时对我真忠心，哪知讲我反背我？张老板，照你拄仔所讲，李建英伊要离开了咱太师府是真简单啦。上上下下、大大细细，大家拢捌。但是你讲，昨夜你跟伊家己离开了咱太师府。就我传这特请，也若安尼吼，特请一定还阁再陪着咱太师傅，莫不如咱当派人四周围甲找出来。嗯，无你，哪里？准备叫人来找出特请的踪迹。哦。奇怪，叫人。顺时着房屋前前后后四周围，完全都无特色的装置，难道真正会插翅飞上空？有人答：这真奇怪了。你这一明明家己一人做，啊是安怎特色无看？这是真正长白金光蒙袂着头壳啊嘞！啊，张老板，欢迎！一会儿来到的这所在就是咱后花园。就你照你所讲，这是要遵守一大个方向，令人惊赛，不要紧。栽培着这位家长，这户会甲你照顾，感谢这户。办不离办忙，我有中你都无代志，一些你也走出去。师傅，啊，你用迄个眼睛咧，我看唔到，做讲做一下人咧，甲你骗，免惊就是免惊，行，我带你入来白总享受一下。将着你安打好势，准备来迎接着你这甘心帮忙啊！
来到过着寒苦，万族远地失敬失敬，来。太师爷，今仔日什么风把你吹来？来到过我府中，予我安尼风别成威，这么有面子。安琪，打开耳朵讲明话，莫伫老伙边头前假鬼假怪，为着咱壮大一件多平凡，叫做特首。希望讲安琪，你将着特首交出来。太师爷，你来到地，即马讲什么意思？我完全听无了。什么多平凡特首？要甲我讨人？太师爷，什么特位特职特务特职？我完全无了解。啊，无啊，无啊，啊，无创海啊！在呀，特首大手过去，来到过着你的府中，我今日一定要抓着伊。希望你唔当伊弄个面头像变青。太师爷。我白白是做官人，我哪可能去乌龙岛做官人？太师爷，如果你若不相信，为着要证明着我的清白，太师爷，你当下令叫人搜查我的安抚吧。你话点都会安，这是你所讲的，我唔对。啊，我吼可能做到底，为着要证明着我的清白，我是煞还倒吹何愁去来？从彼四处搜查寒露，将敌手抓出来。打一声，我去了了啊！都叫做三甲我自装红领啊！太师爷，你来到地，规个天堂探视，甲我调调去。我一声了嘴啊！我了嘴啊！老夫会赔偿你。那太师爷，你若有事要赔偿我，安尼我当然就无问题啊。太师爷，偷得来。啊，打一声你就相信，根本就无你所讲什么特权。我咧，但若一个小素材搜查无到，太师爷，啊，你讲这意思也是嘛呀？我为了证明我的清白，你当过你，我的三军苏丹，我还是吃得偌高薄，啊你也不相信？啊，有人啦，太师爷，一个一所在无所在去，有可能是哪只特种花树过树来到我府中，然后我是去做官啦，啊不对。可能是哦，偷偷来做一夜班哦。喂，十里都唔要，打开安平，你快传我府这里。好了，太师爷，是我弟家来哦。因为我感觉以为啊，无法耐穿，好对不？耐穿就少少啊，少几多啊？我呢个是来听话的啊，你想来听话的啊？啊，我是想单调啊。我来，我想来买。这所在就是家。我来听听看哟。可能是伊早来，就安尼比伫这内底。时间啊。我是感觉变。到这所在咱全部。小可能谈一次。绝对比这所在高处。太老夫准备着个中单调出来。哇！太师爷，啊，你得较细点，韩姨呀，韩姨，韩姨呀，你真牛，你真厉，今仔日多福爷爷可以接气，本来要抓特首杨永爷后挂起，这是神龙所属的苏老。专门了，你问我办公使用的韩，你今仔日敢来抵挡老夫作弊，将特首抄入这御书楼？哦哦哦！你爱把老夫打遍诸神，特首抄好，那我抓着，到时阵等你有代志。
阿姨孙爷，阿姨今日甲我占住，我会听了。你即摆意思要甲我好水烧饭啦？大杯我看到啦，小杯我闻到啦。哦，韩琦，你爱醉情啊！你这老奸臣，目睭搁闭了真阴。那讲这是神农所属御史楼，专门要放韩琦办公室哦。除了当今的犯罪，以及性质，任何人若进入，以作万战。按算讲，你若爬到楼梯上必死到的时阵，把腰甲手骨连着咧，抽出来甲你头斩起。第三个名哦，你先人放我出落来。把你即马知影讲哦，要亲自这意思啦，你比我也是无可代夫啦。一摆来对，阿阮孙来讲，叫伊咧烦恼，一切有我安置咧甲打发你啦。你有看法哩？你有看法哩？阿伯啊，差两间啦，拜六礼拜拜。求人爸，这阵仔身体有够虚弱，啊，你爬三四站尔，两脚软倒是规人都摔落来，叫主持，叫主持了，主持那么心跳啊！你刚才讲老夫性命减了五去，安怎讲啊？你不知情，这就是西龙所说的御史楼。无当今万岁的圣旨，啥物人啊，只能造反造反。我若无安尼吼，脚手较紧的，迄个韩琦腰间宝剑若抽起来，我白白爱死的。啊，是安尼哦，刘龙头，啊，即摆耍得安怎？安琦既然甲伊他们老的做，准备回到府中，派过着三军，分作三班制，二四小时团团将韩武围剿的。唔相信，叶青迈出来，叶青啊出来，当庭啊抓刀啊抬，有你，有你，安琦，你爱甲我打遍主席啊！一条天柱，一条溪，万里江山，万里人，文官一笔安天下，武将提刀。定太平，本王乐化王赵平，居住在贵南青江，今早起床，准备万方后面，向贵府校请安。Oh,
当然，出桥先，先吹红袄，不生个鱼。第四无大事，爱家钓海河，居住在咱市区的后面。奇怪，为何在啊安睡的当中难过一梦？不知出梦是梦中也梦的。你望等下风雨调入一来秋安，到来迎接了拥有他们如林，一来与爱家之人，在后边小路来了。不要再想，调调拜见不要。晚安，红点心，吃不休。红，大家在一等，你太快悄悄悄悄他们知，真系大家知啦。不休交代，要要家人快来了。这个四十，四十万呢？你的四十，我操四十。交代红，再用下半年再来接棒。我嘛讲，那个当初就淘淘汰消息的。这原来像接手手机的话，我未接过。哎，你看，准准是迄落的吼，发烧，啊，你也迄落蛮快哦，我到迄落。要我丢票，想要用不下我的人进来提问，到底是啥好人呢？看我的包进包大人，一段江苏野性英子，但是一条半水钓到英雄进前在，什么人一个犯官？有呀，吕布天官安大人乃是地名艺术。学问一深，相信伊绝对有迄才情，一定不由于人。来人，准备传本来的套路，交过了韩武，下韩大人。这件大事情，我记得伊看蛮清楚的。快快火力上车，韩武的三。哎呀，这轻飘，几种拍位啊？
李伯天官含鱼降毒啊，拜见千岁千千岁，邯郸不用党内家具下千岁啊。今日名人相请，我前来张清中有何指教？我看历史的邯郸人，也是。指教不敢，两边两好边，地块故乡在下当初一望，一望写过韩大人，前屋后院威望。我一阵，这千岁啊，若要来解着太后娘娘梦中之事，也毋知讲会准还袂准，恐惊韩大人。怪不由这个淡薄迷信，否则要讲什么人有你伫做灾情，有你伫做灾祸呢？千岁，安尼你大行的，好，既然是如此，那安尼望王爷会当带路，我为太后娘娘希望韩大人是不能对这的哦。哎呀，也太好！招待欢迎，正当车有学问之人，正来为哀家之忙，并地必有来了。拜见故友，欢迎。事情如何呢？故友。已经请了李伯天官韩大人，前来了为故乡祈望。目前人在过了着后院门口，快快相请韩金进入在了。来了，太后在上。李伯天官韩愈拜见太后娘娘，千秋贺千秋。韩卿不用担心，平心谢太后娘娘啊。韩卿，有劳你前来当千秋后院，为了着大家在下一番，望你用一杯不朽之望。回应太后娘娘，今仔日医生前来，希望若应验就好，若无应验，请太后娘娘唔通怪罪。韩明君，本爷只不过好奇而已，不管有应验也是无应验，本爷绝对袂怪罪你。既然如此，请太后娘娘。今日岁数在呀，梦中之事，韩大人，本要在呀，当考一棒，梦伊个食饱饱，失足一跌，打着骨头，然后爸爸搭在这地上，我最终闹出了这气息，就安尼跌落这可爱的爸爸的。爸爸忽然之间做啊规条个好，不知出门是吉凶之祸，这嘛。回避太后娘娘，出门乃是房间的吉祥，吉祥丢。也就是骨肉中风之相，可能是太后娘娘你有骨肉相逢，骨肉相逢，
归天并不是天，三天之内感谢着韩永清。既然三天之内梦中之事念不起了，韩大人，我交代的好意，会当留你在个单亲中招待你三天。三天后，看是不是当希望成功退下去，下太好留名啊！小秘密啊，韩永清所说，爱家所望就是不了相逢之巧。听着韩永清所讲，不了相逢一世，心内中浮出着无限的苦叹。十几年了，十几年前要离开着故乡。被选择中，来到过着这个城市，伊当过着青年失去联络，至今是生是死，未能了解。如果听到汉人的琐碎，大家世间上哪个有什么情人，当我不了相逢的？一年前故乡又搁闹了出差，我敢真正会像韩永清所说，三更后有情人会当见面，听着韩永清所说，爱家只要心内默默来期待，三天后是不是真正有情人要遇到我？有爱火拥抱，再会暂时的奥义，期待三天后的奇迹啊！六七八九十也可以睡吧。哈哈哈哈哈哈！无希望，无打拼，伊一个梦鸟，我这脚手袂提起喘。咱要希望进前，咱有哪正内行，咱甲讲吼，若有印象就好，若无印象，毋通怪罪。起初太好，你就讲这是好奇啊，不管有印象无印象，绝对袂怪罪伊我。啊，照你讲，今仔日我将梦鸟之事解释予清楚，伊应该予我倒伫府中啊。像我老在过这当中，用足着钱税，我交代三工，哼，啊，这意思我了解了。三工内若有印象就好，不着相逢；啊，若无，我看一定在对我安期安怎处分。该留一个过身，才知影向我惊。钱税正好，你给我交代，谁也不合干。罢了，罢了。准备到过丹青叫我后悔用寒山几步啦，看是不是能消了着心头之闷啦。来到南青叫后花园，当当一个国标所大的南青叫后花园，为何大门清锁？我想什么代志，你要来拜访遐太监公哦？看是发生什么事情啊？你牛鬼啦，那还行啦。你可以给我们，先来先讲，我刚好。
老爷清楚才了解，原来咱是这么后悔昏倒了。奇怪，为什么后悔昏倒了？真是无叫这高僧道士前来修复的，使出蹊跷，所以会当来回跟千岁了解这个究竟啊。拜见千岁，原来是潘大人，也请了为何已经安顺？千岁啊，困不去是我要到这后悔寒山几步，看了庙这个大门清锁，才了解讲原来后悔闹妖。千岁，为何无请这高僧一同道士前来修妖呢？寒大人有所不知，本王不知请了多少法师高僧前来，但是妖怪厉害，哥哥不是对手，为了恐惊发生意外，所以也敢只是交代姜武太监，后尾大门清锁，任何人不可进入，以免妖怪伤失性命啊！哦哦，原来如此，是啊，真的。那安尼照千岁所讲，机会来啊！你此我将计就计到。千岁，今仔日后尾闹妖，若无做一段来处理，安尼毋是办法。韩大人，有何良策？我有一个建议。拜师就是河南分凤山王神老祖的高徒，修妖斩怪就是伊的本领。前世如果你若无去养车，会当带着我弟弟前来后花园修妖斩怪。妙哉，妙哉！韩大人，既是如此，快快请着你弟弟前来啊！好是好，前世啊！因为我的弟弟来得失了，由东方顺受丢人惊赛，目前在为我的府中啦。如果若离开了我，还有恐惊困难，莫不如千岁，阿你当向过太后娘娘甘霖，收一道印记，予我安期早到等啊，还有带我弟弟进来啊，鼓励弟子。为了后悔那妖怪，已经困了着国王一等武妖，韩元吉，你暂住小孩，我随时将此事禀明着我武妖之情，请。陈水，代志安怎？武妖已经干了一段地址，韩大人，快快带地址回。今早传袂了着你，特意前来收了这伏妖怪。千岁，那这你放心，我先离开，请。韩大人甘露，但愿这次一特意前来，定必顺利制服后几伏妖怪，再过丹心宫登台好佳音嘛。那这些我身上有一道太后娘娘的意志，
要带着我第二热心来离开韩语，这个真简单啊！刚好孙秀丽在我囝婿的二叔叔做我的保全，啊，这些义气在，我看你会当对我韩弟安怎啦？王红，他算孙子。元帅，你是小时三班制，将着韩武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甲几条，对人吧？做你放心啦。小时特青吼，伊无出来电吧，若出来吼，绝对爱予咱抓着。今麦吼，规个连一只鸟要飞出去也无办法。我等你出，莫予老母抓着特青。连带韩琦都有代志，对啦吧？啊，昨昏无代无事，这韩琦离开了伊府中，啊，毋知去倒了，管伊去倒。咱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抓伊特青啊！有理有理有理，好，一起搞，对啦吧？那无代无事，一起搞你，奇怪。但朝中太后娘娘意志为何教伊？来，准备迎接意志属下。青州后花园老妖，李伯天官韩元景推荐伊的特异真王修妖合法，任何人不可阻止，若有阻挡者，定斩不了，脱皮跳跳，跳跳青州青州青青州。太输呀！啊，够足看，我都还袂讲谐音的，一个谐音，哦，几个几个，哦，是是是，跳跳，谐音，太好千秋千千秋了。哦，为什么他拢拔去啊？韩琦，安怎？你三砍四砍砍，特青要受妖破怪哟！大叔呀，今麦我要带特青到南京的后花园。啊，你若要抓，就爱趁即摆哦。啊，若无哦，是无机会啊哟。韩琦弟，你无事啊吼，目睭变啊遮大蕊啊！我即摆要入来府中，将着特首抓出来吼，爱去哦。要抓你啊，啊唔抓是无机会啊吼，你吃我无用啊。韩琦弟，明明是要气死我，我来啊，我来啊。刘老板，对，啊，到底想安怎？特青啊，到时阵哦，带去这南京叫后尾人收妖，啊，咱即几间拢白费啊。你女啊，哦哦哦，咱即马对后壁人看嘛。
到底阿姨伊是毋是将玉手藏伫御书楼？啊，到尾啊，才想办法连带阿姨，我绝对袂将伊幽存在过这世间啊！中央那两只在我这边。没惊，这我今麦专工带你要离开掉这个汉府，这府。但是当我顺手敌人惊死，派人伫这外口面固守，没惊啦，惊什么？坐伫这府边啊吼，绝对妥当无问题。感谢这府，特别离我对家来。帮忙顺手丢人家塞几家，被你何时好？我还是排里面最重要的呢。那是我饲的两只昆虫狗呀。我被你打。普通时啊，专门咧替我看守大门的。这狗吼对主人上忠的。迄有当时啊，猪肉食食那鲜哦，我闻那是买牛肉好吃。哟，这狗拢蛮忠的，对主人上忠心啦。这不。你这所在这么多天，但是你有一两只昆虫狗，我也不知啊，王孙，惊无准拄好行。啊，你说你那他的一百。欢迎你！我要拿一百块。啊，咱为首一只罕见的物体哇！这么多天是安怎？我拢发看讲，罕见当是只两只昆虫狗哈，歹！王家山，罕见你想着咱只两只山就是一所起昆虫狗哈？没有没有，被你打了。都是安怎？快把钱补！你当吧，哦，这些把咱们必须得精神哟，哦，安，今天你来必须跟我讲，我绝对没有你好吃亏。现在准备回到府中，上前见证，看要如何将玉手夺起来，先耍点带安吉死人的爱宝啊！但是这个后悔，拄则所以拒绝了着赵先生，哦，啊，咱即阵啊讲真个，但即摆你有机会，即摆你若要去到个后悔园收了复原，如果你若无法度，你甲即个讲，即个还佫有法度吼，伊千岁遇到伊甲你科普。啊，唔通啊，无代无志，多少年的气力，伫后背去收腰，收无收叫腰怪甲吃死，一声吼，我对过你一家歹交代。这副，你放心，我绝对有办法制服妖怪。我是甲你讲真诶，毋是甲你讲假咯。甲你讲若袂用钱吼，你少年人唔通听黑气风光，
就你看我无，我唔看你无啦，是为着你生命安全。就我准备日到后昏，收了最后妖怪，互你看，是啊。我算知你有法度，恁少年人即马高博自听之言，为着要让你尽全力，所以吼，我用话淡薄甲你刺激。无当时啊，咱即阵啊咧开讲，啊，我老伙仔有当时啊就爱碰，啊，你有哪爱转？当你就是好难分，梦想帮神攞出孤独，吼、哦，也顺这机会发现着东方孙秀的无聊，来到个后花园。但愿讲孙仔，你会当我修复妖怪，即马已经进入后花园啊！我对后边个看卖哩。嘿嘿嘿，慢车哟！我即马若对后边面要看阮孙仔修妖斩怪，到时阵妖怪无这样叫装出来，看到我安居伫遮，就算我拆车落单，嘿，如果我来边吼大树下也等。但愿得你下当修养好乖啦！初开锁前，从海边水水面前，我初地势无力屈，万里山河。我无心。本高粱，在过七年前苏州阿天林，来到山西太原府，害死了不少无辜百姓的性命。玉皇大天尊龙盘大怒，派了雷神电鸟，希望将我高粱击死。用开太白金色宝杖，留存我高粱的性命。但是必须要将功补罪，要来扶报着武曲星建功立业，扶报着宋氏的江山，被降落在这反江南侵的后花园，利用着我高粱的法术，闹了着南侵江后花园不得安宁。反江的人真奇怪。一挂法师、道士认为讲，因功法加深，来到个后花园，就要制服我高粱。我本来暗算一个一个要甲收起来去，但是收了后，玉皇大天尊的交代，不可再作孽，所以个个将他打败，敌人逼退，无可惜。我哋何时才会当来到花园后花园？我高雄伫这所在已经等真久了，只要你若来，会来我做着龙头马首的一只宝贝，互你围坐坐徛。哎，有个人来了，一定是个自听其人，要来制服着我高雄。啊啊啊啊啊啊！朋友无代志，伫这所在。陪恁吃法师加减一套两部啊！进入后花园，妖怪在哪里？妖怪在何处？快快出来休息！哎，要快出来待死呀！
龙头飞身，难道妖怪不仅变成着一只怪马吗？那阿牛，我准备将着这只怪马带回去清水啊！在这大树下休困，等阮孙呢特心制服妖怪哦。甲看到阮孙呢入去后花园啊，乒乒乓乓，唔知到底变成安怎？弟弟啊，你千万莫三长两短哦。要若无这个人变成五长六短，在这所在受到烦恼，到底是会成功啊，未成功？走。小夫，小弟，代志安怎？已经制服妖怪，变成一只怪马，将前惊水啊！小弟啊，这只不是怪马，这乃是宝马哦，实在无简单，无简单呀！将着一只宝马喊的来去潜水领手啊！韩大人一得意，前方后会有收了福怪，避之如何？我来啊，我来啊！拜见千岁，韩大人不用大礼，如何呢？千岁，妥了，妥了，拢是我韩弟咧来操你。我推荐我的弟弟吼，特手去收妖恶怪，迄个地面的去领三两个就是吃吃，妖怪已经甲制服起来，趁住着一只宝贝，因为代志听我安眠啦。你出在了哦，看是虾米人的敌意对无？目前敌英雄呢，上着去吃马啊，白天吼，这个树啊卡，啊在外口面等候。
韩语，快快请过姚建平进入，我知我知。我知来了，那你袂人个呢吼？拜见先生，吉英雄不用打理，听过韩语所说，已经来制服了妖怪，变成一只玻璃先生，请你严厉定夺，观看这个宝贝移出高台，也就是吉英雄你来制服，本王就来收拾于你。感谢千岁，吉英雄，本王再度树立金花秘术。千岁，今日来制服着一只宝马，是不是咱这千岁数节八名呢？今日乃是八月十五日，中秋佳节，吉英雄后会来制服着一只宝马，那安尼？本王就属于彼座我勇气，感谢千岁赐美名，丁勇辛苦了，暂且退下休息，谢谢千岁啊！观看今日丁勇来日最后报名，阿辉人不再闹标了，快快连夜到会阿辉。将会不由表明这阵的好消息的。有够力，欢迎是清明再过去，爱家要开火打工了，还能你为爱家期望，今年我有骨肉相逢之枪。今仔日八月十五中秋佳节，为何不能叫我亲人来到我家里的？难道韩大人你期望不准吗？啊！怪阿哥，怪阿嫂，怪孙女。你现在人在哪里呢？难道我要替我真正世上唯一的亲人，完全不在人世？啊！苍天啊！来呀！表别拜见故友，红衣不用担心，官头有喜事吗？回禀故友，阿辉勇将金器不再闹妖了。安怎讲？韩大人的秘密？先来阿辉勇收妖制服妖怪，得了一只宝马，不用经过一段奖金听说，高丽人历史，一直困了在这个单亲养的代志，终于有一段的收束。红，小小年纪如此灾情，叫什么名？不用。叫做叠青啊，叠青，家住何方？不由心里未曾团圆，那安好？你住在锦绣里哦，
你快快想下先啦，不要不耽误代志，别忙。我了解，下了。下个帮你搜索。看待一个定义叫做热心，听到热心的名，我就带着内心无限的勇气，等待热心前来。不，热心到，予你上车入来，来了。名德清，拜见太后娘娘，千秋千千秋，德英雄不用当礼，请去谢太后娘娘。德英雄，除了哀家，为何不请命？回禀太后娘娘。恐惊惊动娘娘，不敢正面，所以无就压他来下太后娘娘。果然世祖一表人才，蝶英雄，本雄问你叫做蝶青，家住何方？厝内底还阁什么人？回禀太后娘娘，小名叫做玉清，家住山西太原府小游村的金氏，轮回我的祖父叫做玉环，我的爹亲也就是太原总兵玉国，母亲平氏，阿姐叫做玉金环。但阿哩，爹爹亲就讲现在人在何处？太后娘娘，在过我三岁的时阵，已经免病离开世间咯。什么？爹我不在人世啊？可怜爹都。太后娘娘，为何你出面相？叶青，你望啥物？本爷有话问。你讲出了你的心事，你还有什么亲人也无着的？禀太后娘娘，细汉的时阵有听过我的母亲言语。我有一个阿哥，在为我出世迄一年，被选入宫。那安尼你高妙哩？无像所讲，被选入宫了后，经过无偌久的时间，已经死在宫内了。死在宫内，无唔对，对死。那安尼？爱敢问，你高庙是毋是叫做玉千金的？太后娘娘，为何你了解我高庙叫做玉千金？玉千，你望且是问，你的高庙叫做玉千金？你阿老机会的读书要安怎孝敬呢？太好了，当作是我母亲对我讲的。我高庙被选中，祖庙上庙阮爹家，祖传民间至宝，吉庙玉元幽，其中一只赤元幽来赞赏我高庙，另外一只中元幽。
栽培在我弟兄身上。如果我的功名留伫个，我会当用着革命玉环油来抵挡着我功名之名。是啊，无着，就是。迄个玉环油在哪里？太好了，栽培我的身上。是不是会当提出一点爱加关怀，可以太好了。迄个玉环妞在出什么关怀来？可怜是迄个玉环妞无去，爱加准备将着我身上这块玉环妞提出来关怀。可怜迄个玉环妞。想想对已经站万年了，今仔日竟然会到这所在气候相合，所以太好了，牛弟，也是，但都要看，我就是你狗了，叫兄弟，你是怪狗了，忘掉，叫你狗了。高妙我是来讲孙天孙我高妙你是我世界上唯一最亲的亲人，我以为你一世人无再有与你见面的机会了，高妙，英孙，高孙相逢是喜不是悲，一切代志高妙了解，你甲看，东东是一个风清国气，性格义傻男。成高庙比较内向，让你感觉到你的表红白照片面色，叫提出衫裤给你换换，再过后悔唔摆开手宴，但高孙相望，会当讲讲咱的过去。高庙，我了解，金师。下锅陛下，我说看我怎么吃的，你不是有手段吗？我说他给我们的礼物，安琪呀，这我若无倒转来收囝一个吼，我安尼毋知困起来安尼。甲太后娘娘指望，按算讲三工来会是天，今仔日第三工，还无讲安全，我行到脚手回地转。哦，到即摆才知影讲，我会特意后山接伊去。原来就是东东太后娘娘的亲孙啊！哦，那即马吼，阮孙的大尾大尾啦！即马太后娘娘安排在过这南青庙后花园摆酒请我，啊，阮那高孙要讲讲过去的代志，哟，啊那无拍歹人气氛，即马吼心内中一个大石拢晕倒去啊！等下等下，即几工吼真惊，等下好好休困一下啊！Yes.
兄，表红的什么事情呢？表红兄，那需要我给他查。原来你就是我保佑的水亚万兄。到今仔日，大家会后悔用收腰，伊但为了我母后相认，再过后悔用掰开手的，我母后也已经离恁老了，提早休息老寡过。强，你我双人能在此饮酒，无说但有其他代志。表兄，真感谢你啊！表兄，说哪里话？你我双人在此把酒来饮，好，饮酒来。将人酒饮三巡，表兄再饮几杯。表兄，表兄，不幸酒量已经在当朝醉倒，也罢，交代太监与你好好照顾，本王也准备要休息了。孙子，孙子，你害我一次好，你害我一手好苦，要刀啊刀啊刀啊！孙子，今仔日我一手拿无出你性命，我誓不归人。准备交给兵部处理性命。过来呀，过来呀！啊，三更半夜当好困，啊是啥物人伫个所在大细声？啊，王爷交代拢叫我伫这所在爱看守着王州，嘿，啊无看啊，哎呦，啊着王州那平嘞平嘞，为头前一直行去，
哎，什么去到位？这若无甲告诉好势，若发生代志哦，我头甲锁无去。杨青啊，稍等下，稍等下。老虎帮红，我孙子，知道吗？饮料送的，吃欢喜。然后你叫门提到王天华，也要尊重我。因囝做多济，邀请我去坐大位，知道吗？好，啊你吃着心，吃着情，咱就当囝婿去咱手，唔知人变偌济。人家咧忙叔叔，料理啊，起袂起来啊，呀，等下休困，等下休困。对呀，哎呦，先生，欢迎，你好，你看到，面头前啊咧走路偏的偏的偏的，啊你敢是青丝雕片？我看看，哎呦，是啊。新疆安福，哎呀，清水啊！哎，你讲吧，啊，清水不可能是跟咱同款去应酬哦。我那你那怕不跟人家怎么样？行行行，别吵架。啊，我家姐那呀，你狐狸呀，准备打进去搞清水要那个。孙秀丽，啊！来呀来呀！老秦帮红，长庚千岁。兵包小心，长庚千岁。千岁啊，对了吧？欢迎。啊，那无带无钱，等你那千岁请好坐，都快吃饭了。啊，有酒醉款，啊，进前去甲叫开。千岁啊，千岁。哎，杨帅，欢迎，对了吧？你刚才这什么人？刘千岁啊，查罪啊咯。这个人不是叫陈水，这个就是咱的冤家主叶青，啥货？叶青，吼、哦，啊那无代无志，身穿独花红的衣服，酒醉在这所在，歪哉啊啊，哇啊，哇啊啊啊啊啊啊！知道吗？啊、你若无大无事，笑到后头你看得很严实，真是大无地的我目珠，你来全不会搞。但是上尾也一手无机会，今仔日既然身穿着花红衣服，酒醉在这所在，分明是老天要阻拦，准备咱将他压回，处以性命。嗯，有理有理，这是自吹自擂，行到阿里倒转来啊！南清宫的太监，系啊系啊，经是帝王车后壁面，宝台宝是帝王车酒袂饮，咱就莫饮嘛。啊，饮饮的无，咱嘛定定啊困。
无代无志，啊，酒醉摇摇摆摆，而且吼变惊叫相传，啊，酒醉泡伫个所在困去，啊，咱是讲要买啊茶。无代无志，看到这太师白虹甲冰哥阮想来到的，哦，全部讲啥物啊？上到这个黄金船阿里，我看这性命真歹，性命真歹，啊，但是啥物安怎？那到甲咱上到通知到这王爷地府啊，开去，来造罪了，到这地波天官韩大人，叫伊哦，会当出面打砸一个啊，黄金你是害死人啊！这府中是讲这几天这么忝，真正大招得我暗算会当好好困一下，唔知是伤过欢喜啊安怎？当然煞困袂去了，啊，全坐伫这厅堂，官官已经拍呼光啊，规日明仔上朝平军了后，倒转来才困一下饱。啊，那无事伫这府中啊坐一时啊，我来啊，我来啊。参见韩大人，原来就是当朝中的太监，什么大事走到这么疯狂？大事，大事大条，大事大条了。什么大事？慢慢讲，哈哈，比如啊，上家遇到帝王亲手在这桥上。你有这帮我跟孙子也比中间听水来有一个事实当然啊这个是开玩笑一个啊不好啊再说今天我睡不着太大你看你到你人是要当台要太好你们啊真心的叫他安排我随时啊变来炸弹的帮我啊你们在我是你的当皇孙秀英有人听在今仔日家里入手，那正常可能是个囝哩，啊那今仔入手啊，不是普通人物了，规个身躯红金红玉，未看到你帮助，太难过些。我准备下当半路上拿查到你当皇孙秀啊。咱南路先生观众好朋友非常感谢，非常多啦。啊，咱今日是我州宝地戏所演出，啊，就是做咱热情回歌谣。啊，咱今日这边平安宝地戏咧来庆祝，啊，咱得赞天地神众会，百个先天上帝，圣诞千秋万事无疆，啊，以及庆祝。啊！咱立会安坐六周年庆典，立会安坐六周年庆典。啊！咱全台戏啊，做个只一段小结束，结果变换了，咱后回再一段分解。啊！配团准备，要来个上大年大好年，我来今日请出头家林秋明，做副。周慧莹、杨春芳、陈淑嘉、阿云、
众头家咧，转去咧，全家福平安大赚钱，富贵拜万年，祝全准备上大年。全台捡下新闻，完全结束。阿妈，还咱内底阿下一粒病，